大家好，我是叶龙明，欢迎回来。皇家骑士团，那么我们继续上一集的。OK， 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路向北，回去原本的地方喽。不过并没有要先攻略这一区，对。而是选择先走上面，对，先不走王都海姆，先走这里，陆防海岸。等顿一下。哇，你开场放这个，然后不放那个冥想。
会倒，会倒。毕竟从小就钻研，然后结果 miss。
组长。对啊，组长，组长是什么？来看一下。证明转女组长跟组长的文件所需要的。那组长谁能转？不知道谁能转组长？看起来我们这边没有人可以转啊。对啊，不知道啊，随便啦。好啦，各位，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啦，那下一集再往这里看吧。对啊，就是来看看这里到底是干嘛用的。对啊，今天这集就先到这啦，就谢谢大家观看。那喜欢我这边帮按赞加订阅，有什么想看的游戏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就去玩。我们就下期见喽，大家啵啵。